20号朱海迪名单所得票数为84,121票。Number of votes given to number 20, 朱海迪 Eddie list is 84,121.我現在宣布，二號名單候選人尹兆堅，五號名單候選人鄭松泰，七號名單候選人田北辰，八號名單候選人何君瑤，九號名單候選人梁志祥，十号名单候选人郭家麒，十四号名单候选人麦美娟，十六号名单候选人陈恒斌，二十号名单候选人朱海迪，在上述选举中当选。I hereby declare that.List number 2 candidate, Wan Siu Kin Andrew. List number 5 candidate, Jen Chung Tai. List number 7 candidate, Michael Chen. List number 8 candidate, Ho Kwan Yu. List number 9 candidate, Leung Chi Chum.List number 10 candidate. 就公布咗係新界西嘅地方選舉結果啊。咁我哋又根據翻嗰個得票多至少到一次當選嘅名單啦，大家今日可能已經聽咗好多次噶啦，因為我哋嘅報票系統咧一早已經計到嗰個結果，選舉事務處咧喺而家係中午嘅12:00先公布新界西嘅選舉結果。而家鏡頭見到呢位朱海迪，佢嘅得票係84,000+票啊，應該咧如無意外就會係今屆立法會選舉嘅票王。攞到84,000+票，比上一屆咧郭家麒餘若薇名單攞72,000+票咧係仲要多嘅。不過要留意嘅係嗰個得票率咧就唔夠上屆高，因為選民人數係多咗好多嘅。咁啊得票率係13.8%。好，跟住繼續落去啦。當選嘅包括有田北辰啦、陳恒斌、葉寶成嘅鄭松泰、建制派梁志祥、公民黨郭家麒、民主黨尹兆堅。何君瑤，仲有一位是排第六的工聯會的麥美娟。現在畫面看到呢就是朱海迪和其他的民主派呢是互相祝賀，你都看到有當選的幾位，有李卓人，有馮檢基。李卓人和馮檢基都是在議會多年相當資深的議員，在今次的選舉裡面呢是落敗的，李卓人排第10，馮檢基就排第13。咁啱同尹兆堅擁抱嗰位黃色衫嘅黃潤達咧，亦都係失敗咗，唔能夠係繼承街工梁耀忠喺新界西嘅一席啊。佢得票咧係28,529，咁佢得票咧係排第11嘅。咁又輪到民建聯慶祝嘅時間啦！見到佢哋幾大長老咧，又上台同佢哋一齊慶祝、影相。嗱喺我哋好快計完一輪投得票率之後咧，又有啲完美嘅數字可以分析一下啦。建制派民建聯、新民黨、工聯會，陳強、何君瑤上一屆得票咧係43%啊！今屆估一估佢哋咁多張名單加埋成幾多咧？43.39%啊！呢啲係人為啊，定意外咧？定僥倖咧？少少巧合啦，但係你要咁樣諗，就係話投票人數係多咗好多。咁就今屆而家係600,000票，即係總共係600,000票。咁就上屆到最後應該如果睇翻係49,800,即係話增投多咗100,000票。咁啊，佢按比例。照樣搬翻40,000+票出嚟，
即係額外多咗四萬幾票，咁就按比例咁樣增長。咁你可以有兩個角度啦，就係話佢哋嘅票源增長咗。如果唔係高投票率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嗰個即係得票率咧就會上升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亦都係佢哋嗰個票嘅增長，其實亦都係唔會怕話你有新增嘅選民。實際上佢都喺個新增嘅選民裏邊都有佢哋一定嘅即係數目嘅支持者咯。在新西那裡就要講講鄭松泰了，因為葉普成呢今次五張名單陳雲根在新界東原本有人傳過可能會贏，不過最後都輸港島區鄭錦滿也都不行了二萬票，但是都落敗在九東立黃楊達選了這麼多屆了，今屆換了個牌頭之後都是不行，我覺得即使入到議會我們現在聽聽就是是鄭松泰的政制改革的需要，聽聽他怎麼說。多了本土派 的朋友入到議會咧，是一個好事嚟嘅。但係始終都不夠，因為大家看到的是裡面的建制派都佔大多數，尤其今次都是比較險的，就是裡面係建制派佢哋嗰個嘅表現或者係得到嗰個議席是比想象中之嚟得容易添。咁所以我會認為咧，呢一個係最關鍵，就是必須攞翻單程證嘅審批權先，即係人口政策的問題嚟。我不能夠很確實地說，因為始終真的暫時未有具體的數據，但是在我那個落街站或者接觸選民的時候的感覺，其實不是說年輕人投票多了的，反而就是在一些可能三十多歲或者是四五十歲的時候，他們 的選民投票多了，但至於他們的抉擇是投向建制派還還是投一些新面孔的泛民主派呢，我覺得是需要有進一步 的資料 去查核。會不會說一定衝擊立法會或者一定不會跟傳統泛民合作呢？這個視乎議題的需要，即如果譬如立廿三條那當然要衝擊，視乎議題的。Sorry, I can't hear. Some education or indication. No, my political stand is to stand for and promote the Hong Kong as a city state. At the present moment, I think promoting Hong Kong independence. Pu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 on one of my first priority.Apart from that, I think we should go to the news. Road destruction is the monopolize of power of the Hang Yiko. So a reform, a democratic reform of the Hang Yiko is, I think for myself,the first issue that I will raise up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好，我哋會一次過有幫一時間人咧，都即係比較感觸咁樣啦，係咪？我哋會一次過有幫一時間，我哋再安排好唔好啊？不如講埋啦，係啦。話啦，就係整個選舉過程咧，都係針對住官商鄉勾結。所以咧，頭先佢喺回應英文提問嘅時候咧，就提到佢嘅目標啦，希望做咗立法會議員之後咧，可以係改革鄉議局。去選舉。結果是交由選民去決定，李卓仁議員冇得進入立法會，我覺得非常之可惜嘅。會加入泛民嗰個？我諗而家過咗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香港其實要去諗嘅係我哋係咪有一個新嘅非建制嘅范式會出現？到底係咪仲有人哋叫泛民，仲有人哋叫本土，或者我叫左膠，係咪仲係存在呢啲標籤？都話要重新諗過，我覺得都係要之後喺立法會嘅時候再傾咯。好，唔好意思，我哋一次過有個幫麥，等大家準備得好啲，好唔好啊？唔好意思啊。陳泰，咁佢兩個夾埋咧，都已經係得咗票，都有成兩三萬。咁所以咧，呢個造就咗。而家就輪到何君瑤啦。啲冇經驗嘅，譬如好似李卓仁啊，同埋馮檢基啦，嗰啲票俾佢拉薄咗。如果唔係佢拉薄的話咧，我而家同佢相差得個5000票鬆啲到，特別係李卓仁，咁佢應該會可以贏第九席。咁我呢個咧就可能會輸啊。點睇咧？成日即係選舉而家好多時候就中意把啲保送入去，李卓仁贏咗，點解全部咧？
呢啲全部一派胡言嚟嘅。實際上，我哋香港咧就係、是、全部都係以香港人我哋投票，邊個一票在手，就是、我哋香港人係登記選民。其他方面嚟講，社會做事咧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要攞到一個好好嘅關係。咁所以就並冇特別好似你剛才講嗰啲嗰種情況出現，好冇？有影響，如果不是因為他咧，可能我會個票數會高一點，係一定有損失啊。To a certain extent,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啦，嗱，幾位咧當選嘅新界西當選人咧，都陸續見過記者，休息一陣啦。啱宣布翻嚟咧，會有港島區。